大家好，三位评审好，我叫做宋雅欣，我外号叫卡卡。那这个名字呢，带给我很多好笑的一些经验，就例如说我们在影印纸的时候啊，通常会卡纸，然后我的同事就会跟我说，卡卡都是你，因为你叫卡卡，所以我们又卡纸了，所以呢我就必须去修那个影印机。然后还有一次觉得最好笑的是跟朋友去好乐迪唱歌的时候，因为比较亲密的朋友只会叫我一个字叫做卡，然后就有人的歌被卡掉了，对，这是真的。那我是花莲人，然后是花莲的布农族，现在是儿美老师，对。然后平常呢，我喜欢看恐怖片，然后也喜欢吹萨克斯风。然后刚学萨克斯风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个偶像是日本的那个小林香织，然后我刚学萨克斯风的时候，他们都会笑我是小林花痴，所以我希望以他为目标，然后把我的萨克斯风结合我的音乐，谢谢。哇，多才多艺的卡卡老师哈，还需要再努力，很厉害，很厉害，谢谢。对，这个小林香织是日本这个年轻漂亮的萨克斯风的这个小天后哈。对，那你说儿美老师是什么？儿美是什么？就是儿童美语。那你要唱什么歌呢？今天要唱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哇，也是老歌哎。对，好，其实这个歌应该正确的名字是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真的，你去查，是 double 的，对，一个 off， 一个 off。off，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好，那我接下来带来的是 Can't take my eyes off of you。Thank you, Q。You're welcome。好，请开始。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self you. You be like heaven to touch, I wanna hold you so much. Hello, last of veteran, and I think of Ivan Lai. You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self you. Pardon that with that stare, there's nothing else to compare. The sight of you leave me weak.Are no words left to speak, but if you feel like I feel, please let me know that it's real. You're just too good to be true,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Doll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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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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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llar, dollar, da. I love you, baby, and if it's quite alright, I need you, baby, to all my lonely nights. I love you, baby. Trust in me when I say, oh, pretty, pretty baby. 其实雅欣 ，Yeah， 蛮可惜的。对，我刚听你吹 saxophone， 然后刚刚跟焦哥的那种对答互动，我觉得你好，一定是可以过的了。但是没有想到听你唱歌，真的就像你的名字一样，有点卡卡的感觉。对，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好像觉得哎，到了，尤其到了副歌，就觉得有点不太对。可能你今天的状态，对于唱歌来讲，好像没有这么适合。我觉得你唱歌前面唱得很好，也很多语气，但是后面到了副歌的时候，语气开始有点多了。对，我觉得就太多了。好，这样子知道了。加油哎！好，谢谢。加分题呢？加分题。那就是蓝卡的 The Show。I'm just a little bit cause in the middle life is a maze and love is the riddle I don't know where to go can't do it alone I'm trying and I don't know why I'm just a little girl slows in the moment I'm so scared but I can't shoot it I can't figure it out it brings me down I know I forgot toSee you. 你要哭了？
因为有点就是会有点难过，因为刚刚有稍微升了一 key， 有在彩排的时候，所以因为其实我有把自己紧张的因素加进去，可是刚刚还是突然自己还是决定再加一 key， 所以这次我自己要承担。哦，可是我觉得不是 key 的问题耶。其实我觉得刚刚那个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不是 key 的问题，是风格的问题。好，因为你看以前像我自己，他很多版本嘛，王若琳或是 Andy Williams， 对。可是他像 Andy Williams 是那种熟男，嗯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对啊，那种很潇洒自己的感觉。对，可是你不见得适合那种潇洒的感觉。好，那你干脆唱《男儿当自强》嘛。那不是更豪迈了？你懂我意思吗？可是所以你唱 Lenka 的歌相对就轻巧，而且平稳。对，我觉得小孩还没有不会跑之前，不要急着去赛跑嘛，你可以先走路。所以我觉得不是 key 的问题，是选歌的问题。所以到 Lenka 的时候，你的音质就可以得以顺利的发挥。那 Can't Take My Eyes Off You 那种歌，你就必须要去撑出一朵花来。就像你头上那朵花一样，所以我觉得是这个重点。好，我知道了。我觉得你散发出来的特质很可爱，但是我希望你永远不要知道自己该表演什么东西，你让它自然。好，我觉得哇，那你真的会很迷人。谢谢。对，恭喜过关。谢谢。下一位，你怎么了？我是河里的河神，你怎么了吗？我的桶子破掉了，它沉到水里不见了。沉到水里了，那我去找找。这个沉到水里的金水桶是你掉的吗？这沉在水里的金水桶不是我的啊。好吧，那我再去找找。这个沉在水里的银水桶是你掉的吗？这沉在水里的银水桶也不是我的啊。好，我再去找找啊。哦，这个沉在水里的破水桶是你的吗？对，这沉在水里的破水桶是我的，这个沉桶是我的。让我们欢迎沉桶。各位评审老师，各位慈溪大学的校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慈溪大学医学系一年级的陈彤，我谢谢。那个同学，那个其实沉在水里的金水桶也是陈彤啊，为什么要演三次才？沉银水桶也是陈彤啊。他们要表达是他们是一种很诚实的感觉，对，就是没有骗人的呀。那个水桶破，就会沉在水里。哦。好有寓意的一个，这个一般再多加解释就不是很适合了。不会了，很可爱。好，这个起码他们很用心啊，对不对？为了这个，他们是你最好的朋友。没有，这两位是我的学长。哦，学长，大二的学长。是是是，学长好好，看起来像社会人士哎。不要就大二而已，他在大二。大二，他才大二。对啊，两个都大二。你是晚读吧，还是？哦，早读。比较成熟一点。那那个陈统，你要唱什么歌？我要唱的是李圣杰的《最近》。好，加油啊！请开始。
经不说话，怎么了？为什么？是不是有什么事让你不快乐？听说你最近很孤单，有点乱，有点慌，可是我却不能够在你的身旁。你想要的我却不能够给你，我全部我能给的却又不是你想要拥有的。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好几次我们抱着彼此都是想要哭，你常解释这样的一切都只是开始，我觉得是所有的一切早就已结束，不想再约束，不要再痛苦，下一次会有更好的情路。这么像大二吗？你看他。对啊，不好意思啊，焦点搞错了。陈彤，唱歌，游刃有余。我觉得你这个在这个细节上的处理呢，有做到一些让我觉得很佩服的地方。就有些音是放，有些是收，啊，但是我不知道你是有感觉到吗？不知道哎。不知道哈。好，就唱歌啊哈，然后我们就让你过了，好随便的。我真的就有练习，觉得自己怎样比较好听就怎么唱，但是没有什么，就是没有名词解释。学长有给你一些意见吗？有啊，学长想这梗很棒啊，什么梗？陈统，我还在想那个陈统啊，还在想陈统，我们先不要想陈统好了。没有，不是，因为今天这个饮水桶、金水桶，这个是我们今天中午才想好的，然后今天中午想好，晚上就可以演出，我觉得真的很棒。OK， 哦，原来他们是这样临时抱佛脚的一个单位啊。临时想好了，把我们节目当什么了呀？中午想好，晚上就来。我们本来是过关了，这样。哦，本来是别的梗。对，然后我们今天中午演出给我们更大学长看，然后我们演完之后，他们脸是这样，被打枪。然后后来他们就建议我们换这样。哦，原来是这样子，换了一套这个开场的表演这样。哦，也是陈统，前一个也是陈统。那好想看前一个陈统。对呀，啊，你这样讲的我很好奇，到底是有多烂呢？还有更大的学长打枪这样。还有在比这个陈统更烂的陈统，你可以口述一下本来被打枪的那个 part。你们要演一次？那 part 是什么？演一次嘛，演一次啊！都讲成这样了，麦克风给他。你知道吗？我们今天要介绍这一个人啊，他创造了篮球史上的奇迹。哦，在倒数前0.9秒投进了一颗三分球，逆转胜啊！哇塞，太猛了吧！可是这个场景我在哪里看过？哎，这不是拓荒者对火箭队的时候的样子吗？嗯，哦，那我记错了啊。好了，不管了，反正你记得吗？这我小时候啊，我不小心把水桶摔破，然后就把水桶呢丢到水面，怕被爸妈看到被骂。哦，是哦。那你知道自从你把那个水桶沉到水里之后，那个池子开始唱歌了？唱歌啊！而且还唱得很好听啊！哇，那之后呢？之后呢？那个水桶怎么了？这我们今天把那个水桶打捞起来了，带到陆地上来啊！哇，那这样子那个陆地的水桶还会唱歌吗？而且唱得更好听啊！哇，原来陆地的陈统也很会唱歌啊！让我们欢迎陈统。这个歌比较好哎。那个上面的大学长是谁？是谁？是谁？明明就这个版本比较好。真的吗？真的吗？对啊，会不会分辨啊？那不然我们重新来一次好了。你不要这样挑拨离间，他以后还要在学校待很久，这样日子不好过。明明就是这个版本，你觉得？我觉得每个学长的话都要听，不然 OK。包括到当兵的时候也是一样，对，当兵真的要尊重学长。不过这梗还蛮可爱的，就你的名字很适合拿来当玩笑，对不对啊？陈统这样子，就从小笑到大，人家说听起来像女生。不会不会，我跟你讲，你要庆幸爸爸。我觉得不会，我觉得我超 man 呢，你超 man 的，来 man 给我看看，没看看啊？还是不要。我会有个请求，好，我可以在这里跟学长跟你们拍个照吗？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耶。我们又被当背景了，
因为合照，我们上次有解释过，合照就是降，我们家叫合照。这根本对啊。如果是降照，我们都是背景。这照跟不照有差吗？对啊，我们在相片里面大概就米粒大。我们就很小一个这样。对啊，哎，照照照照，啊，可以啊可以啊，对嘛，这样我们家叫合照。这台，对啊，站这样多好，耶，开心吗？哎，你本人真的更像老人家哎。哎，你这样说有同学会开心的吗？他真的很像社会人士，对不起哦，提醒老内蛋咖后，因为你一到40岁都长这样，对哈，永远年轻。至于陈彤，其实这个名字我们也永远记住了，对不对？今天经过这一招，哇！但如果你姓范，我会更记住范彤。哎，你好，你好，你好，恭喜你过关。欢迎下一位。大家好，我是狗界的歌王，我叫朱华包旺。这位戴着狗面具的推荐人将带来什么精彩表演呢？